各位校长、主任、老师，大家好。接下来我就透过简报跟各位来分享。以往我们常在各地举办各种研习营、研讨会活动，近来很多研习活动或发布会都想改成线上分享的形式。想要录制或直播一堂影音清晰、可以进行多画面切换或融合的研习影片，有没有操作简单、容易上手的设备呢？您刚刚看到的影片，正是透过 Eric 奇琴科技的多功能智慧录播站所录制的研习片段。Eric 智慧录播站是您进行多画面直播、录影最重要的核心设备，只要一台主机就能提供直播、录影和导播三大功能，并拥有简单易懂的操作界面，一次满足远距分享的需求。 Eric 智慧录播站可连接电脑简报档案、专业或家用 DV 摄影机，按下录影键就能开启直播和录影工作。如果您想让教学影片看起来更专业，可以在录影前选择专为这次课堂事先设计的课程标题、背景和录影版型，或是透过主机内建的图像导播或网页导播操作界面，透过现场第二人担任导播角色，就能依照讲课内容进行画面切换，让整个直播或录影课程看起来更有变化。Eric 智慧录播站有机架式和可吸式设计，并支援2-4路影像来源，是企业培训、专业演讲、线上直播记者会或其他活动都适合选用的直播录影设备。在影片结束前，一起来看看更多透过 Eric 智慧录播站所录制的应用片段吧。